我去，好热呀、啊！热的不行，不要不要不要的。走着，看看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哪去啊？332公里，3小时43分到。哎呀，走，区发这个在天气热的时候啊，它充电就没有啥用。咱们得给它插上那个叫什么 Type C 线充，线充要比这个叫什么，无线充要好。无线充老是一热充不上。好了，咱们出发了。雪阳姐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出发。嘿，这么近，他们居然都不回话。好，准备好了，跟着你走吧，上吧，走吧。可。好的，好的，出发。走着，看我们是从这边绕一圈是吧？从这边绕一圈，就走这边了。走。好的。本来说买一个小米对讲机啊，其实现在不需要了，咱们这个直接用这个地图就可以了。开了一会儿，那小车开不惯这个大车了，总觉得这个踩下去感觉油门没反应，奇了怪了呀！走着走着，今年的西藏之行彻底结束啊！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们就要出这个拉萨了，明天到那曲，后天就出西藏了，整个跑的会比较快一点啊，所以说这两天的视频，都是在路上了，就只能是在路上了，因为赶路，我们要3天跑到格尔木。是一个挑战的，正好嘛，这个进藏的路线啊，这个滇藏线、川藏线都走了，现在就差青藏线了。今天把这个青藏线补上，嘿嘿嘿。咱们从这儿开始上高速了 ，G6 啊，前方入口直行，那曲入口右转。上高速了，今天是很舒服的一天。今天到那曲，全线都是高速啊。然后明天之后啊，就全是国道了。正在为您临沂驶入 G6 高速公路。可以可以，走着。这边就是京藏铁路线啊，看那个火车跑得还没俺们快呢，我们这限速100，现在跑到90就已经可以超火车了，嘿嘿。以前啊总觉得火车快，火车快，因为路烂，看现在几十年的发展，路多好，那小火车明显跑不过我们。哇，这边天气不是很好，现在下雨了。
天上的云很厚，杨八井二号隧道。看到前面巍峨的雪山了吗？翻过那个雪山，那边就是纳木错。之前我们前年去纳木错的时候，好像那个这条高速还在修啊，我们是走的国道一直走过去的。到达杨八井服务区，咱们准备在这儿吃中午饭啊。现在是2点了，如果再不吃的话，我们开到那边是4点半啊。再不吃的话，你过去那边就太饿了，然后要是吃太早的话，晚上又会饿。所以说咱们尽可能的还是按时吃饭啊，然后顺便加个油，还有半箱油，顺便在这儿把油给加满。看着这个纳木错周边的这个雪山啊，然后吃着美食，美食还就是泡面啊，就是泡面，没有啥美食，美食不美食的。啊，半仙已经先到了。就顺着停，顺着停，就这么地吧。看，给我那个防侧滑都开出来了，但是这个无关紧要，因为熄火了之后再打着它就没有了。来吧，我们还得再等等许荣姐。刚刚看了一下，还是差2.1公里。这个和这个车没有关系，知道吧？这个对，这是和人有关系。按道理他应该跑得最快的。对，来了。喜欢肉肉夫妻的话，点关注，强烈推荐，评论，转发。哎，烧水泡泡面吧，起码得比我们跑100公里。不，这限速，一直限100呢，我一直压着100跑。对，我也是第一次限上100。那个，吃泡面吗？我那有，我那买。有红的酸辣粉。是吧？那行，那就吃泡面。有趣。要吃吗？吃，快过来吃。啊？干啥？都不吃？都不吃。是啥意思？就我一个人饿了吗？我天！那就不是，那我这还有个老北京呢，我打一下老北京，我们就直接走了呀，这就不耽误时间了。好，热好了这个老北京鸡肉卷，准备随便吃一下，两下子吃完继续赶路。他们这不饿啊，神奇了。我搞了好多零食在前面。你把那个雪媚娘拿出来呀。我刚刚没那个，没搞零食。把雪媚娘拿出来，雪媚娘拿出来干啥？你要吃吗？啊？那我给你拿就是了。好，咱迅速的把这个吃完了。准备走，等会儿我们家那崽子还上厕所了。我去，我先去那个。哎，半仙也没出来。没。半仙进去拍啥？我先去加个油。哎，你那天没加油啊？嗯。哪天？就昨天咱们过来你没加吗？加了吧。昨天过来，忘了。你还好像是之前过来你还艾特我加油呢吗？啊，对啊，我加完了。加了，现在半箱了呀。昨天跑了那么多公里啊，昨天从那边跑过来。才200公里吗？对啊，200公里。过去100公里啊，你才跑了200公里就半箱了。哪有才跑200公里？昨天我们就200公里了，从昨天到这儿又有100公里了。对啊。
先去加个油，这是啥呀？然后在我这个地方放了好多吃的，好多零食，啊，这一路我就不会饿了，是不是，小浪浪？还好有小浪浪陪我啊。好，带上证件，咱们要下车登记。在这边加油都得登记啊。这边是8.68块。好了，加完油咱们出发，继续出发。大家伙等我一个，感觉有点不好意思，想着约上大家一起吃，结果一个都不吃，他们肯定偷偷的吃过东西了，不然不会不饿的。我这么想会好一点。看，在这样的地方你就能很清楚的看到雨云还有下雨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右手边的那个就是一片雨云啊，正在下着雨呢。我们现在这个地都是湿的，是才下过，我们马上要追上它了，一会儿就可以淋雨了。哇，现在这边开始下雨夹雪了，这不是单单的雪这么简单，是雨夹雪。然后现在海拔已经达到了4700，看旁边的雪山。哇，下的有点大呀！我去，这小冰块打到这个玻璃上，感觉威力还挺大的，好响啊！听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限速120，我只开了100。这个雨云的覆盖范围很广啊。这现在开了10多公里了，这边依然还在下雨，因为这边比较低就下雨了，刚刚那边海拔比较高，所以说就雨夹雪。现在我们离目的地还有60公里了，希望到了腊曲不要下雨了。看到前面的蓝天了吗？咱们马上要开出这片雨云了，太不容易了。